我们看到中国，说对台湾进行一个包围的军演，等于说是声势非常大，以雷霆之惊来压迫台湾。对，可是台湾没有受影响，对，台湾还做了一个反演习。那除了反演习外，最近出了一个怪事情，中国有一个4000吨的拖船，这个拖船叫联合启锐，它叫大力神拖船，对，居然神秘的沉没了。那沉没之后，中国的态度惠若陌生。宝姐，这次的中国军演来说的话，他们呢不但没有吓到台湾，而且他们还自己一艘船沉了。那这艘船沉了，现在网民都在说怎么会沉了呢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艘叫联合启锐，它是做什么呢？大家也觉得非常奇异动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，它不是作战的船只。你说你要去演习的时候，你是作战船只啊，干嘛？那就算了。现在不是，它是什么大力神拖？它是用来做什么呢？用来救援的啦。用来海上打捞的啦，那怎么会沉了呢？而且它这是拖船，对，拖后面的，对，叫大力神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拖那个所谓我们知道说海上的专油平台啦，或者说，它可以拖这个，而且它可以拖航母啊，它可以拖这个，包括说如果你福建号，如果你要维修什么，它可以拖进海港啊。它是这样一艘船，就来它沉在什么地方？它沉在浙江的这个舟山东北部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舰势是怎么披露了？是中国的海警呢？航警他们说了，他说：“联合启锐号的轮船沉没，然后叫大家避开那个地方。那为什么会避开那个地方？他原本在这个地方走13节左右的速度哦，然后后来往南下。”南下后来到这个地方为止的时候，突然转弯，然后降速，然后就完全失去信号。那目前为止到底怎么样？转弯降速。对，那到底怎么样？大家不知道。大家想说，那是怎么样？就很多人是说是怎么啦？是被潜水艇怎么啦？还是怎样撞到什么地方啦？而且大家都不太对。因为这个地方来说，水深15米，如果你按它的吃水重啊，它根本不会撞到什么。对。所以到底是撞到潜艇？还是怎么样？还是被攻击？大家完全不知道，所以目前为止来说，这个大家都讳若陌生。网络上来讨论的一个状况，因为刚刚讲的这件事情，中国就只有一个标题，记行字就解决了。对，这么一个标题，一个解决之以后，底下了解中国他们自己内部怎么讲，至少是大，对，联合启锐沉没，字越少，事情越严重。对，因为他只有讲这样一句话，而且那最后比较引人尴尬是什么？他们整个这个军演不是结束吗？就没想到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呢，我们即日起的这个浙江的航警，他们就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军事的训练，实弹演习哦。他们是实弹演习哦，从5月27号到6月15号，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说在他沉船附近，你船只、你的联合利剑2024A 都没有实弹演习。就你现在突然在这个所谓的舟山群岛旁边，对，你要搞一个联去实弹演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靠近联合启锐号的这个地方，沉没这个地方，我这个实弹演习，告诉你什么？你船只不能靠近。我现在把它规划出来了，你都不能靠近这个地方，禁止驶入。对，因为什么？他可能要怕说，会不会有人去里面看，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因为现在网友都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！就他现在不让你看进，他现在已经把它封锁起来，你都不能够进入了。所以这样就大家回想起，过去呢，你不是有中国的潜舰也是这样自己就爆掉了一个状况，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因为搞了半天是，他在这个所谓的岛的大陆周大陆棚的周围，他会弄很多的铁链锁浆，是用一些很多的陷阱。对，当时他的潜舰就是不知道的状况下撞到这个陷阱，上面55个人全部罹难。对，因为他讲，你这个联合启锐，对，是不是又来一次了？是我们知道，事实上在之前，你不是有上级的这个核动力潜艇来说就坏掉了吗？就被当又出现这样的事，而且再没多久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，如果你军演完之后呢，你要么就是大规模的这个实弹演练，没有，他就在联合启锐出事的地方做这样一件事。好，那你要说他只有掉这个一艘船不见，一艘船坏掉，没有，他们又说了一个，这是海洋的这个南海，然后海洋环境和地磁测量无人机呢坠海。就大家讲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然后还有叫人家说，你过往的船舶，请你留意。大家想说怎么回事啊？宝姐，他们还做了一个动作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因为我们不是说吗？我们台湾不是锁定它的歼16还有这个轰6吗？说我们的这个标狙击手夹舱锁定它吗？就没想到他们锁定之后，他们飞机不但不敢过来哦，而且他最近还公布了一个，他说我们的歼20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因为我们的歼20有高隐身、高机动，还有高敏姿，可以轻松突破对方的这个防空系统。就说，你抓不到我。对，那个被你锁定，那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这样。那我们有一个这个神器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所以就说没有问题这样一个状况。所以你看，
他们处处都是针对说这一次可能被这个破解的这个状况。那美国也很开心啊，因为美国这次获得了非常多的这个资讯，而且不止美国，连日本获得很多资讯。对，因为美国就说，我们都希望说，透过军演呢，得知中国最多的这个讯息嘛。如果中国真的歼二十有出来，美国一定很想知道你的歼二十的实际的参数嘛。好。那除了这个美国想要探知之外，日本也是。那在这一次的这个所谓演练的过程里面来说，日本出动了这个是翼龙矢的无人机。你看日本公布它飞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飞行在这个地方，它就想要知道说，你在这个地方演练发射炮弹，或是你演练的状况是怎么样。而且日本还说了，我们这一次呢有出动所谓的 F-15 出去的拦截。所以呢，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，日本也非常关心，美国也非常关心。当然了，中国不认为说啊，我们这次军演有什么问题？问题是他们这次军演一艘船沉了。还有一个无人机坠落了。好，玉鹏，那就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，他们发表了一个公告，发了一个报告。这个报告，他居然把台湾的海峡，把这个周边全部做了一些报告。也就是现在中国你要登陆，以现在台湾的反制能力非常困难。对，现在来讲的话，其实这个美国智库他发表了这个报告，把说老共如果你要来攻打台湾，到底有多么的困难？第一个。我们中间隔了个台湾海峡，台湾海峡虽然不深，可是呢，你第一时间你要把所有的东西移到东部、南部战区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被发现？你第一时间就会被发现了。好，你要渡过台湾海峡过来的时候呢，你的船舰也会被锁定，这个东西都不难。好，重点来了，你真的到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的台湾海峡来说的话，你在西边有一些深水港，你的军舰可以停泊。问题是，如果我们把台中港、高雄港给炸掉了呢？炸掉之后，那你这些重型军舰你要怎么办？你进不来的话，台湾海峡这边的话，大概有一埋是多少公里？1.6公里，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矮平的一个海岸。所以呢，你的大船在这个地方，你要接驳抢滩，这个时候你就完蛋了。刚刚讲这个就是你的大陆棚，对，你这个大陆棚刚刚讲的是有1.6公里，你要抢滩，你等于说你的大船就要停泊在1.6公里以外了。对，其实在这个地方，大家就有没有注意到，前阵子有个新闻，七星潭又被列为红色海滩。所谓的红色海滩，就是台湾有20处这些海滩，认为说老共你可能会从这个地方来登陆，所以在这红色海滩里面会有很多的东西。这些防御工事是什么呢？你会有地雷，你会有反着陆钉，还有这些反战车的一个攻势，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在这个地方等着你，所以你上得来吗？你上得来，你也要花费掉很多的能力，你可能一半都会被歼灭在海滩上面。那如果你说好，那如果我不要从西边上来，我东边上来呢？东边上不来啊，东边那个是悬崖，你怎么上得来啊？我从上面直接把你打掉，你就没了。所以呢，你现在就算你花费了很大的心力，你上来登陆之后呢，你耗费了很多的一个资源跟士兵，你上来之后呢，你要进入到台北，重点就是首都台北。首都台北是一个盆地，所以呢，以这个报告来说的话，你不管是从淡水河，你或是从一些山口进来，都是很好锁定的。你在这个地方直接压抑住，也就是说，你现在是台北，你旁边的新北看起来等于说我可以一马平川，没有哦，因为我是个盆地，我四边是山，我四边是山就代表我要进来这个通道是非常狭小的。对，以这报告来讲的话，它是有个位居防守优势的地利之便。最可怕的一件事情，其实是说你真的进来之后呢，你会面对什么？面对巷战。你面对巷战的话，报告里面这个东西不是 Google Maps， 是他们的报告。报告里面就说，台北市、新北市还有很多的地方菜市场很难打。你菜市场，你说你菜市场你没有来过，你根本不知道。你要居住在这个地方，比如说中永和好了，很多人说那个地方，如果你不是长期住在那里的话，你进去你根本就会迷路。所以呢，最后你要拿下，你要啃下台北首都的话，拜托，那些菜市场、那些巷战，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你会不会打一打就迷路，打一打就直接在巷战就被歼灭掉了？好，那另外就是现在如果你要攻台的主力，那是72级弹机，现在72级弹机。他的战力也被检验了。对，在过去来讲的话，这个东部战区的天下第一军呢，就是72集团军。72集团军最近做了一件事情，叫做火炮的实地测验。所以呢，他们准备了很多的火炮，然后呢，要去检验说他们能不能快速的把这些火炮打击出去，精准打到。所以他们弄了很多的火炮，但是没有想到火炮都已经清点完毕了，但是呢，上了装甲车。没有把装甲车给顾好，装甲车走着走着，竟然那天下雨，履带掉了。履带掉了之后呢，部队前进能够做到，大家部队前进忘了带检修的工具，也没有带备用装甲的履带，所以呢就卡住了。
所以卡住了之后呢，这个通信就曝光了。曝光之后，大家就想说，奇怪，我们的天下第一军怎么就想着要检验火炮，只带了火炮，你没有带这个检修工具，所以呢，他就吊掐了。而且他是坦克车吊掐，这是白天的事情。另外来讲说，晚上好，你不能走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要上这个拖板车，上拖板，对，要上铁皮，上拖板车。好，你要上去的时候呢，大家来看这个画面。其实你看喽，很多的军机在移动，尤其是在航空母舰移动的时候，你需要拿这个光剑，这样子才看得到。结果没想到呢，他在上车的时候，上着上着竟然吊卡了，卡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两个不是军用的荧光棒，所以呢它的亮度不够。然后我大陆的网友就说：“你该不会是拿演唱会的荧光棒来吧？”所以呢他在移动的时候看不清楚，亮度不够，所以呢他一边没有上去，另外一边硬上的时候偏移了，就偏移了，就掉卡了。所以这两件事情，你的履带竟然会掉了，你打仗的时候怎么办？另外来讲，你在移动过程当中，你竟然拿着这个指挥棒，你竟然不是军用的。所以这个东西让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说72集团军会不会是因为太久没有实战的经验，可能在这个情况之下都会让他的战力大为减损。好，所以吴董刚才讲的，中国现在用雷霆万钧之势，什么四面八方的包围台湾，结果没有想到给台湾一个所谓的反侦察、反攻击、反锁定。另外就是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居然有一个联合启瑞号，这是他们最大的大力神的拖船，居然神秘的沉没了。不，这个沉没哈，大家我有看这个新闻呢，那不知道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们譬如说，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，在红海在中东的战事里面，也门发射了很多的飞弹啊，有炸到一些英国啊美国的一些商船，你知道吗？我看那个商船被炸，飞弹打了以后没事继续走啊。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，你知道，你要炸掉一艘，拿一艘船把它炸毁掉很难，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，要打中该打的部位，怎么有一个船会沉没，这个事情啊非常奇怪。那当然现在资料太少，我们不好去评论这个事情，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怪事情的一个海难，这不是普通的事情，那里面还有什么原因不知道了哈。啊，第二点来讲的话，最近这两天就是我们有公布的所谓的这种，我们有这种 F-16V 的锁定对手的这种照相了啊。那这个空中照相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整个照相有一个东西没有公布的，就是极机密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呢？就距离，我们到底距离多远把它照下来的？对，其实我们不知道，他没有公布，因为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，我现在这样讲了 ，F-16V 的这个所谓的狙击手的夹舱的主要功能是做什么，你知道吧？它主要功能是打，专门是设定它的锁定是锁定这个隐形飞机，就是它打隐形的，因为它的这个这是热成像嘛，热成像是用红外线嘛，红外线是靠近什么东西？靠近你的飞机的温度而产生的成像，所以它是被动型的。所以这架被照到的飞机本身不知道，因为如果是用雷达的话，雷达一进去的话，因为雷达是主动，对，雷达我火控雷达直接照射进去，只是接触到你的飞机的时候，你飞机本身有这个警报器会叫，它会有反射，会有反射波，对不对？那问题是这个热成像，这是红外线，红外线不是反射，它是一个消，它是被动接触。对，不用，就是所以被照到的不知道，不知道他被照到，所以这个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这个距离，因为我能够照到你，当然我的飞弹就可以打到你，打出去。但是如果距离很远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因为最后你飞弹会锁定嘛，因为还有飞弹锁定的问题，所以这个距离是一个关。到目前来讲的话，美军把它当作极高机密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吧？现在我们这一次公布这个相片。就是告诉了解放军的空军，台湾的 F-16V 有这种装备，有这个红外线的照射跟热成像的系统，啊，这个夹舱的对别人说，你在不知道被锁定的情况之下，被我照射到的情况之下，我当然可以把你打掉。所以你看到，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非常大、非常在军事学、在军事上非常大的一个警告。目前来讲的话，我们国防部很低调。那这个当然100%是由美军本身同意我们公布这个照片。政治观点、独家内幕、国际趋势、财经焦点、重案解密、火线搜集，全方位爆内幕，话题不设限。我是张兆和。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，周六周日决战关键，等你来上线。